我该被错斩了吧？为了罗德龙，游戏开始了。一言不合就降费，我干，一言不合就降费，唤醒。叫一个哦，随机五费手下。我今天原先我想要十一点早上十一点睡觉，可是天算人算不如天算。暴风雪，暴风雪可以吧？这是什么东西啊？有可能是永不屈服。可是人算不如天算，我阿嬷突然找我中午吃饭，所以我就多醒着三个小时。晚上好，刚要睡着 ，Resident Sleeper。其实好像应该打这两张，然后就用冰冻干他脸结束就好。所以我应该先看这个是什么，这样会撑不到第十轮，就是，所以第九轮可能要唤醒。我们不容许一丝误会。他是纯粹圣器哦。OK。都睡凌晨，我现在都睡下午了。孤独法，这是孤独法吗？我不知道。前来报道，前来报道。
我两个秘密都拿，感觉没有必要，应该拿这个吧。我可以在这个数到，我可以下轮再变身，因为神血里诺不会让被休眠的东西不见了，所以其实还蛮好的。反正跟阿嬷吃饭之后，我就少睡了三个小时，所以我又多睡了四个小时。所以我原先大概八点要起来，七点要起来，然后变成十二点起来之类的。这不会抽牌哦。哦，那还是这样，还是蛮值得打这个。失策。轰轰轰！至尊蘑菇菇会干嘛？看看，完工了。所以这两个可以 combo。前来报告。他是不知道我这个要醒来，怎么鬼？那会直接把它烤掉啊！哦 my god， 这是什么暗示吗？要解谜箱吗？还是先不要啊？先不要啊！解谜箱不大好，解谜箱感觉不大好。大雪崩落了，大雪崩落了。我们有许多秘密。造成传说法术，哎，传说法术还在标准吗？因为我们蛮有可能会打一个解谜箱的，所以我不想要再绿牌了。然后火焰机关其实用处也不大。前来报道。哦，安安。为了达拉然。这副也太憨了吧！感觉好弱、哦。No! Oh yeah. Okay. Okay. 安安，我没有抽牌算是蛮好的，这样我们超载，所以下轮还可以打这张啊。
他叫疲劳了、欸，他是有办法防疲劳吗？安安。救赎跟忏悔，我觉得救赎啊也还蛮糟的。嗯，干救赎，好像蛮糟的，不应该这样打。我要好好给你教训。干。刚才我抽牌哦，没有抽牌，很好。抽牌，我靠！看我抽牌，心内恶魔。OK。我刚才被错斩了吧？我没有牌了，还有点难算，好像没有。你太衰了，这个居然是我，我要好好给你教训。安麦迪文对上伊利丹，到此为止，游戏开始吧。还行。我看见了，所以手下其实也算。OK。趁可以建立这张的时候，先建立这张吧。现在他如果出东西的话，我们有钱币顶尖爆发。这什么东东？他牌不是最强，我们还有机会。赢了！他应该是无双恶魔猎人。你要小心，游戏开始。我秘密有上古谜团可以抽啊。顶爆能量之拳跟顶爆还是比较好。哇，他们还蛮常来的。我想先打咒法之流吧。
三四五。干，叫手下攻击吧，嗯，也是另外一张符籍之类的。偷天换日，龙龙，我就是这片花园的正义。我想要留这个跟这个搭配啊，啊呢？哇、wow, ，OK， 可应该还是先打这个，先把这 combo 打掉。我们有许多秘密。那这样抽一吧，抽二，你看。这几块都可以触发。这样不会死吗？哦，选清。
干超多能量之拳的。应该可以慢慢打。风母，我们等下创造之力啊。上古谜团啊。哦干，打得脏吧？有点浪费，可我手上手下有点太多，有点憨。这顶爆要等很久才有用。疯狂轮滚，下轮里，下轮在里诺，谁先打的张？哦，那个魔蛇蛙其实还蛮凯瑞的，有点憨。OK， 这不大好。我看是超烦。这样应该要李诺了。看是真的超烦。好像还行，李诺可以触发我两张李诺。等下发生什么事？我没有注意到。轰轰！哇，还要抽干嘞！啊，那个不大好，呵呵，那个不大好。
搓一下，十一堆。应该直接李诺了啦。哈哈，这下可好玩了。梦魇结束。他如果天热我的李诺的话，我会少一个李诺，所以其实有点危险了。